完全是个缘分啊，这种缘分有时候你可遇不可求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祝福西藏。我什么都听见了。草原阳光灿烂，阳光灿烂。阿拉木汗什么样，身段不肥也不瘦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王良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为您精心打造的汉墨音缘，让我们一起共赴艺术盛宴，共享跨界情缘。在这里您可以感受到汉墨与音乐的激情碰撞，可以展开艺术与生活的深度对话。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著名人物画家史国良，掌声有请。史国良先生呢，是我们中国人物画坛写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大家也发现了，今天我们有三个座位，还留了一个位子，也是给一个著名的艺术家。他既是史国良先生的好朋友，同时呢，也是我们观众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歌唱家。他们两个人的缘分，真正的体现了汉墨姻缘。现在，让我们赶快以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著名歌唱家杨洪基先生。我特别想知道你们二位是怎么结下缘分的，是因为画儿还是因为音乐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？我先说。你先说。我先说，一个是跟他的这个交往啊，神交了有十来年。我大概是在十几年前，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，我在他家我就发现他墙上画了一幅画，大概就这么窄，有这么长，画很小，但是给我老远一看，哎呦，我就觉得这份画的分量不一样，不是一般人画的。我就走到跟前看，因为他字儿写的很小，我就没看清谁画的。我问他，我说这幅画谁画的？他说史国良画的，你不知道？我就仔细看了一下，画的是以天山为背景，下面是一群维族的姑娘、老人在跳舞，还有一群马群在那个天山脚下，就是给人感觉一看你这个人就想动起来了，他里头有情在里边。后来大概是前四五年吧，到河北石家庄附近有一个寺院搞了一个给白血病的儿童筹款，对对，义演去了，我去演出去了。完了他们就介绍说那位就是史国良。最后走的时候，在上车之前，正好史国良他车离我们很近，走过来了，我就赶紧下去了，我们俩就碰上了。一碰上就谁也没介绍，我们俩就聊上了。他说我是史国良，我说我是杨洪基。他说我知道你唱，我知道，我很喜欢你的歌，我说我很喜欢你的画。完了，国良把那个电话给我记下了，我也记了他的电话。后来正好有一个机会，我就到国良家里，大概是前四年吧，前五年。哎呀，谈得非常投机。完了，我过了几天，我就约请国良到我家里坐一坐，就来了。到了我家里来了，拿了一幅画，送给你一幅画。我打开一看，我爱人很震惊啊！哎呦，这么漂亮啊！后边一个非常漂亮的汉族女孩，赶了一群猪，尤其是上面提了个款，哎呀，看着也是感非常亲切。写的是“五月里来是新春”，对，赶着猪儿出了门，对，猪儿送到哪里去？送给杨洪基老乡亲。哎呦，我这句话我是永远忘不了。史国良老师是不是也是和杨洪基老师神交已久？对，他说您跟他见面的时候就说听过他的歌，太熟悉他的歌声了。我想可能我跟全国的所有的这个观众啊是一样的，就非常崇拜他，是我们的偶像，所以他非常熟，完全是个缘分
啊，这种缘分有时候你可遇不可求。爽朗健谈的史国良先生是著名国画大师黄胄的得意门生，从史国良的话语里能深深地感受到一股浓重的西藏情结，从服饰、颜色、生活到藏民、宗教、自然，西藏的一切都是他最喜欢的。从1979年入藏写生至今，史国良以西藏文化为主题进行了大量的绘画创作，他数十次赴藏采风，几乎跑遍了全藏区。他用画笔描绘藏民脸上虔诚的微笑，他用内心去体会藏民生活中的艰难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给他带来了无数的创作灵感和艺术享受。他说，我很希望看我画的人能够跟着我的画走，闻着那些酥油的味道，能感受到找到寄托后的幸福。我今天注意到史国良老师特别带了一串红珊瑚，啊，手上带了一串，对，我这还带一串，还带了一串。我对这个两串珊瑚特别有感情，啊，我带了几十年了。我因为我不懂藏文，啊，我也那边没有开始没什么朋友，啊，这个就比介绍信还好。他们对这个珊瑚啊，对这个松果石啊，是特别特别喜欢，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。因为西藏那个地方没有，它是海拔很高。没有什么自然的颜色，人长期在这种灰蒙蒙的环境下生存的时候很忧郁很伤感，那么他就喜欢这纯颜色，大红大绿，是吧？你看西藏人喜欢带着松果石的，带什么那个红珊瑚的，穿着衣服也是大红大绿的，跟他那个生存环境有关系，就跟他们唱歌啊，就这种调啊，长期放牧啊，就是没有人交流，都唱的有那个洋腔的洋味儿，洋的这个啊这种声音，所有的放牧民族唱歌都带这种味道，所以他们都喜欢这种红珊瑚啊、松果石啊。所以一旦你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不用说你姓什么、你从哪儿来的，他马上就要过来看一看。哎呦，这个真好啊！哟，这个怎么样？这是真的吗？就无形中打开我们之间的心呐，把我们的心结都打开了。刚才您说到西藏人喜欢浓烈饱和的色彩，是是。您也说到在西藏生活，在西藏创作，是。在西藏交了很多的朋友，嗯。我看到您的画儿，嗯，其实色彩也都是饱和浓烈的，是是。是不是也是受了当地的影响？对，因为你西藏这个地方啊，它那个颜色都是纯色，咱们像喜欢穿那灰色调啊、冷色调啊、什么小碎花、小条条这种衣服。到那儿去，通通不行，全被吃掉了。在那个环境下，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对的颜色。哎呀，真舒服。嗯。我就记得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啊，就突然听到车外面啊，有天籁一样声音飘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哟，这声音真好听，赶快再离近点，再离近点，就扒窗一看，呀，很远的地方，就飘过来一块红一块绿，跟着声音一块过来了。嗯、我只是说它飘过来的。等车走近的，快走近的看，哦，是一个牧羊姑娘，赶着羊，一大群白羊，大块红的颜色，嗯，戴绿头巾，在哼着这个他们的这个羊腔羊调，嗯，哟，我这时候才知道，这个颜色在放牧的时候那么老远就能看得见，你不容易走失，嗯，丢不掉。同时那么灰蒙蒙的时候，你看到红的绿的颜色，多舒服啊！这块颜色太舒服了，赶快再走近一点吧，这声音这么好听，赶快再来再近一点吧。第一次被他的西藏的歌声、西藏的颜色所震撼了。一次深入生活的时候，到老乡家里去，啊，那个本来不怎么熟悉啊，就是一个是这个珊瑚拉近距离，再一个就是我们唱歌，唱的《韩红的天路》啊，清晨我站在高高的山上，盼望铁路修到我家乡。哒哒哒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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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
出去请教习德了，教习德了。哎，石国良热爱西藏文化，就如同自己热爱绘画和艺术一样，宁愿以身相许。为了绘画创作，他深入藏区，与藏民同吃同住。他说，他常常被那些可爱的人物感动，他们的神态天真、淳朴、虔诚而真实。石国良与藏民情同一家，他们共饮青稞酒，共唱藏族歌，共跳郭庄舞。酒呀，不得酥油茶呀，也不想哈达。唱上一支心中的歌，献给亲人金竹马。巴扎嘿，巴扎哈，巴扎哈。色彩与旋律的精彩碰撞，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。CCTV 音乐频道精心打造，汉墨姻缘，别具匠心的访谈形式，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，汇聚传统与时尚，经典与流行。2013倾情巨献，风华国乐周末版《汉墨姻缘》正在播出。高原阳光灿烂，阳光灿烂，云下飘洒吉祥的花瓣，吉祥的花瓣，哈达托起了祝愿，美好的祝愿，祖国母亲送来春天温暖。歌唱美好的明天，美好的明天，幸福挂满藏家的笑脸。索扎西德勒，吉祥的藏历年喽，索扎西德勒，跳起古老的国庄，歌唱美好的明天，美好的明天，幸福挂满藏家的笑脸。扎西扎西德勒，我们也注意到您的很多作品都是和少数民族有关的，是和西藏尤其有很大的关系。嗯，有一部作品是克金，是在国际上获了大奖，也获得我们文化部的特别嘉奖。对，是不是西藏其实也算是给了你很多艺术的养料，也是一个你艺术创作的沃土？对，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我相信所有人到那儿去，你都会被西藏这个文化、西藏的人、西藏的自然给震撼。那么作为艺术家来说，那么就是真是碰撞在一起了，也是一种缘分啊。必须有这种感觉碰撞的时候，你才会碰有火花。那么我觉得我到西藏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完全被他给震撼了。我就想一辈子我都画这个地方，都画不够。克金那张画是在我在拉萨街头啊看到一个藏族老人，就在那刻那麻尼诗经。这个麻尼诗经呢，就是有的时候要刻在石板上，有的时候印在那个布上，几种颜色啊。还有呢，刻在牛头上啊，那么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什么山头上，我们说那敖包仙会那个敖包就是都是这种东西组成的啊。在西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山上到处都是小山包，都是这种东西，千百年来这种活动从来没断过。
五彩的哈达，让金色的阳光照满雪山草原，今夜心中歌儿如此深情，雪雨沉醉在欢乐的不言里喽。祝福西藏、哦、祝福西藏，祝福西藏、哦、祝福西藏，雅鲁藏布的欢歌为你永恒吟唱，喜马拉雅的传奇为你萦绕天地，祝福西藏、哦、祝福西藏，祝福西藏、哦、祝福西藏，像旧歌镇，无论山高水长，共祝愿扎西扎西格雷索，呼呼呼，西藏。共有多少次进藏还记得吗？哎呀，我真的是记不得了。我从这个79年进藏到我去年吧，其实一直都在跑西藏，几乎每年都在跑西藏，有的时候一年跑两次。如果我的创作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跑更多次。那个好像是我的一个家一样，好像。嗯。我就到那个地方去，我就很兴奋。嗯。其实我每次进藏都是高原反应挺强烈的。嗯。几乎会有一个星期都是不舒服，头疼啊，想吐啊，腿浑身都软绵绵的。第一个星期过了以后，才会开始进入一个状态。杨洪基老师，我相信您作为一个歌唱家，也会经常去到少数民族的地方采风。是的，我也去，经常去。嗯，西藏我没去过，年轻的时候总想去，但是没有机会。刚才听国良讲的这个西藏的这个克钦者这个故事，我就是上次他跟他的同学搞了一个画展，嗯，我去看了，走到这幅画跟前就很受感动。嗯，西藏人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虔诚，这个从他这幅画就可以看出来。这个克钦的老人那种虔诚的在那刻，他绝对不会觉得我很累，他觉得他是在为这个佛，为西藏的整个这个留下，就是他自己的虔诚来，对，留下来，他把他生命刻，把生命刻进去，所以这点确实非常感人。我觉得他的话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把情写到里头去了，你可以看到那个老人的那种虔诚的感觉。对，我还记得还看到他一幅那个后边一个大红门，一个老太太，藏族老太太拿着一个这个东西在转，也是一个非常虔诚，就感觉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是一个虔诚的一种信仰。对，我觉得这个。我从他的画身上，我就得到很多启发。有的时候我们老爱讲，哎呦，这个人唱得真好，或者想这个人画得真好。我想绝不是光赞扬他的技巧、他的嗓子，或者是他的这个画面啊。更主要的还有就是一个情，他打动人了，所以大家才感觉好。我什么都听见了。
听见大家奔腾反光，你的热血升起火焰，我听见大山顶真言，你的故事流传千年。旋律的精彩碰撞，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，CCTV 音乐频道精心打造，汉末姻缘，别具匠心的访谈形式，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，汇聚传统与时尚，经典与流行。2013倾情巨献，风华国乐周末版《汉末姻缘》正在播出。刚才杨老师也说了，他去朋友的家里看到一幅画，眼前一亮，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爱画之人。那石老师，您是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吗？喜欢听歌吗？会不会边画边唱滚滚长江东逝水一边画着？对，你们看啊，有很多画，我的很多画啊，其实都是我唱出来的，尤其这样就比较巨幅的，这样的人比较多的啊，比较慢工的全都是要唱。你比如像那个收麦子那后面啊，后面那个在包手的还有那个跳舞的，那都是在一边唱一边一边画一边唱一边画，我都唱好几首歌，把这一天啊，如果比如说画了一天这个没有休息，我就会唱一天，我这歌都不会重复，把过去所有会唱的歌全要唱一遍。所以您是唱着作画的画家。对，对，其中有这个杨老师的歌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让我们侧耳倾听，听到你的存在。让我们睁大双眼，看到你的未来。当梦想照进现实，歌声变得更加多彩。让你的个性洒满整个舞台，让无数观众为你喝彩。大型歌唱类选秀节目《寻找刘三姐》，等你到来。CCTV 2013光荣绽放系列。重磅推出十大管乐演奏家音乐会，王亮、韩晓光、陈光、马悦、马勇、李南松、金晶春、刘洋、李小川、杜云娇，他们将于6月30号22:10在音乐频道光荣绽放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。
我也唱了半辈子歌了，其实我那时候人家美术界人管我叫歌篓子啊，说你怎么唱那么多歌啊都不重复，其实唱的挺难听的，我只是能感觉音乐这种形式给我带来那种快感，那种幸福，带来那种享受，我从那旋律里面听他的唱歌里面我就感觉一种力量啊，所以这个画也是这样是吧，不一定说非要我们要懂这画如何里面的技巧是怎么样的，技巧有时候只是一种工具，对，是为最后的你表达来服务的，你的感受的时候这种工具。刚才您也说了您是歌篓子，画画的时候都愿意唱两句，是您的知音好朋友也在现场，对，翰墨姻缘，是不是两人给我们合唱一首？可以啊，咱就唱那个大家最熟悉的《三国演义》怎么样？长江东逝水。我跟着哼了啊，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，是非成败转头。江渚上，观看秋月春风，一壶浊酒喜相逢，不尽多少事都付笑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感觉完全感觉到一块儿去了。爱唱歌。你有很多的实力。他这个每画一幅画，你说他是这幅画总不能是几分钟就画完吧？对。他这个画像那种大画，那么多的人物，嘛要画很长时间。刚才他说了，要唱十几首歌。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就是那个60年代、70年代的歌，他基本上都会唱。50年代的，50年代的歌都会唱。那时候我画画，到农村去画画的时候。或者到北京站去画画，或者到门头沟山区去画画，我都是骑自行车去。有这样的情况，比如说我们走走，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在唱歌，骑着自行车在吹口哨，也可能我就那就是我。明白了。比如说我从北京站，从这个北京站骑回来到五道口，从五道口到北京站，我唱多少歌？比如唱10个歌，15个歌，就到了。你就不会觉得累？我看出来了，您就是卡拉 OK 曲库啊！您就唱一个啊，唱一个《社员都是向阳花》啊。好。公社是个长青藤，社员都是藤上的瓜，瓜儿连着藤，藤儿牵着瓜，藤儿越肥瓜越甜。藤儿越壮，瓜越大。其实您的画作当中还有很多是反映丰收的，是。我想在歌曲当中也有很多。是表达丰收的喜悦心情。有人说音乐就是来自于劳动当中嘛，是啊，喜悦的心情啊，对，一种特别的表达，是，所以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翰墨姻缘。您像您的有些反映丰收的画儿，
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些歌哈。旋律的精彩碰撞，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 ，CCTV 音乐频道精心打造，汉墨姻缘，别具匠心的访谈形式，雅俗共赏的视听盛宴，汇聚传统与时尚，经典与流行。2013亲情巨献，风华国乐周末版汉墨姻缘正在播出。这个歌声。啊，不光是就是让我们绘画有力量，人跟人之间这种交流也离不开歌声。是，您和杨洪基老师的缘分就是来自于歌声。他喜欢音乐，我喜欢汉墨绘画，我喜欢，这把我们拉到一起了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啊，有时候一聊起来。这个国良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，是，你看他的，我所有跟所有的朋友一提起石国良，就包括画界的人都是真好，善良，多情，还有情，他的情都表达到他的画里头了。所以他的画作呢，涉猎的范围也很广，除了藏族啊，他自己认为可能是你的第二故乡了，对，还有彝族、傣族各个少数民族，包括维吾尔族。对对。有一幅画我特别喜欢，就是今年又上帕米尔。对，这个是在这个画的，就今年画的啊，去年画的这个，到。帕米尔高原画塔吉克，在老乡家里面，对，那么他们来欢迎我们，就是载歌载舞的就跳起来了。在这个地方啊，我觉得这个新疆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大人小孩都会唱歌会跳舞，都能弹这个冬不拉，弹热瓦普。因为以前我们都看的这个什么《天山红花》呀，看什么《冰山来客》呀，看着阿纳尔汗这些电影。那么真正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有一种这个，那种氛围，啊，从人心里发出来的，跟着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，非常非常感人。我觉得，不管是不是有很好的唱歌的技巧，对，这么说吧，不管五音全不全，不管带了几个音，到新疆，大家都敢放开嗓子，都愿意放开嗓子去唱一唱，不管自己觉得身材好不好，舞姿协不协调，都愿意跟他们一起跳一跳。他会邀请你跳舞，对，你这时候觉得你会不会跳无所谓，跟着音乐就蹦吧，反正是吧，跟着音乐就唱吧。我为什么喜欢您的这幅作品，是因为这幅作品我一看到它的时候，我一下子耳边就响起了很欢快的维吾尔族
的音乐啊，包括我就想到了我曾经去乌兹别克斯坦拍片啊，去新疆旅行的时候，那些美妙的场景和画面哈、我想这幅作品它真的具有一个很强大的能量场啊，很有张力的一幅作品，可以把人吸进去。其实杨洪基老师是唱过新疆歌的。唱过，所以您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感觉很特别？我一看他的那新疆姑娘一跳舞，我就想起有一首歌，就是阿拉木汗，那首歌，阿拉木汗，就是好像把他那个美女的舞姿全都给唱出来了。那您现场就给我们来一段？可以啊。阿拉木汗什么样？身段不肥也不瘦。阿拉木汗什么样？身段不肥也不瘦。他的眉毛像弯月，他的腰身像绵柳，他的小嘴很多情啊，眼睛能使你发抖。阿拉木汗什么样？身段不肥也不瘦。阿拉木汗什么样？身段不肥也不瘦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为他黑夜没瞌睡，为他白天唱咳嗽，为他冒着风和雪呀，为他长发斜抛头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今天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啊，可以和两位艺术家一起感受你们的艺术的魅力，也感受你们在生活当中这份难得的缘分，就是翰墨姻缘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特别感谢杨洪基老师和史国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，也感谢电视机前每一位朋友的陪伴，一起共赴艺术盛宴，共享跨界情缘。我是王良，感谢陪伴，下期再见。一字起舞完全尘埃，抚琴聆听四季轮回，踏歌笑看日月覆盖，花谢魂在，缘起苍白，一笔承蒙千古难猜，神笔在歌中画我傲骨，谁在画中唱我大海。